摇滚天王500，拥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，深受歌迷喜爱。每每举办演唱会，都如同大型 KTV 现场。更会有歌迷在台下大喊：“下班，下班，你要下班，你要下班。”没想到近日他受邀担任莫文蔚演唱会嘉宾时，台下的歌迷还是不放过他。只见500与莫文蔚一起合唱多首歌曲，让台下粉丝听得意犹未尽。在500准备下台时，现场歌迷居然也大喊：“加油，加油！”最后，他只能认命的拿出吉他。加到了，演唱会画面曝光后，网友纷纷表示：“